爱小妙招，熊有趣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平时家里有吃不完的肉，咱们都会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，但是想再吃的时候呀，这解冻呢就成了一个麻烦事儿。那今天二丫来教你们一个小妙招，只需要滴上几滴它，肉就能立马解冻去腥哦。首先咱们准备一个小盆儿，加入适量的冷水。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，最好不要用热水，因为热水会破坏肉的口感，而且腥味还很重。接着往水中加入几滴白醋，最好也放入一勺食盐，搅拌均匀之后再把冻肉放到盆子中就可以了，然后根据肉的解冻程度再等上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很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解冻猪肉要放白醋呢？那是因为白醋中含有很多的醋酸，而醋酸可以降低水的冰点，起到快速解冻作用，而且白醋还能够有效的去除肉的腥味哦。大家看，二丫刚刚放进去的肉已经完全解冻了，而且